Number 35，布拉，先发五人。Number 4，李汉生。对，跑到前面来防守，哇，没办法了。对，这个连协防的一个球局。哦，打上又射进去，没找到布拉。对，布拉大打小，还是找禁区的常人啊。啊，拉拉三连线，哇，对，禁区是空了。哇嘞，哦，犯规了。也是联盟当中体重最重的球员了，140公斤，两发都有去得分了。布拉今天第一次不是灌篮的出手，阿修罗等着接球，球没有去那边，哇，还是没投进。这一次的快攻啊！布拉就是比较没有回防啊，就第一次的失误没有回防。走步了啊！对，布拉改变一个投篮的一个进攻节奏，有点小拉杆啊。两次罚球机会都有罚进的布拉，这一罚也有。比赛 frequent 就要进弧顶的三分球，布拉进攻篮板再抢被犯规了。我觉得倒是就是 Kuzas 没有犯规的麻烦。传给布拉，欺负人喽！要到了弗罗茂犯规，哇，非常冒险的一个传球，但布拉有意识到啊，提前起跳。对，于主任想要去打一个追魂锅，场上的球员有什么状况的话，那在合理的范围之下去跟裁判沟通一下，去争取一下一个机会。剩七秒，哎，直接给布拉下手犯规，这没办法，摸毛犯规，一球不进哦。阿修罗跟着布拉、李汉生、泰山还有陈静环在场上，布拉我打排球啊，哇，高传高举高打哈，这12号在台啤英雄的客场，台啤英雄的主场啊，在天母拿下胜利。